县政府要在10月6日举办2018年萨巴伊嘉年华活动，节目是真精彩，有成人萨巴伊版的，含私募在家音乐会，成人版的总共120桌，成本达到3500元。体验价俗俗买一道只要2500元，名额有限。要吃美食，报名来探查。秋天来的时候，也是四木鱼哈，又肥又美的季节哈。啊，来到那个呢，报的新闻哈，四木鱼的故乡就一定不能错过哈。四木鱼的好吃的料理哈，啊，咱管建户哈，啊，特别哈，啊，农业处跟公所跟养殖协会特别每一年都办哈。啊，虱目鱼宴，千人虱目鱼宴，以咱的志宏池哈，有76公顷那么大哈，在中岛上面，那有演歌星来唱歌，那所有虱目鱼堆头吃到尾哈，我们办在10月6日星期六的晚上，你要在我们的官网上来订哈，我们一桌只收2500元哈，额满为止。馆长张馆邀请民众，迄天会当提早来嘉义沿海来旅游，赏上海的光大教堂，含好尾了山地彩绘村，过来欣赏表演，并且伫新闻地方里边食美食、吹海风，享受一个浪漫的暗顿约会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